Ariel Hu， 毕业于 Nipissing University 教育学硕士，现为世界500强药企 Roche 的 Global Learning Manager， 同时也是共创式教练、安省注册医药技师、敏捷专家。作为第一代移民， Ariel 在上学时获得了奖学金，并且顺利取得教育硕士学位。然而在毫无工作经验的情况下，经历了将近一年的失业寒冬，之后通过考取证书，从文科转型到理科。他坚信万事皆有可能。 Ariel 认为职业发展的第一步是 Know Yourself， 在热爱、擅长和市场需要什么之间找到自己的相对平衡点，同时也需要时不时地停下来思考。业余时间， Ariel 积极参加公益组织活动，回馈社会，其中作为领导力讲师，并作为 Facilitator 带领女仕界的线下活动，带领孩子学习演讲以及如何结交新朋友。